谭振英喜闹 ，check it out。咦 ，MC Jin 喎，郎振英衰咗啦，送首歌俾佢听啊。系 ，check it out。系啊，旧年噶，播到今年都仲咁啱听。北京老人一味要我哋乖，想拣特首，但系专拣扑街，想要唐阿斗定系振英狗 ，either way 我哋都走夹唔头。智囊喺选委选举兵败如山倒，唯有狗急跳唔系狼急跳墙啊！寻日下昼四点几，佢离开喺中环嘅竞选办，鬼鬼祟祟咁入咗中联办。门口嘅人话振英系嚟食饭，但我哋等到夜晚十一点都未见佢走，唔通食满汉全席？消息就话佢入去系想阿爷俾条生路，等啲选委可以提名佢啊！咁在场除咗有中联办，仲有内地涉及香港事务嘅官一齐摸佢嘅底，了解佢之后想点。前日去爱国爱港爱共产党嘅民建联黑票大计，唔知成唔成功，但另一爱国组织似乎唔多骚佢啊。要竞争就顺其自然，就唔好去人为夹硬去制造个局出嚟，又唔好嘅。真系屋漏兼逢夜雨咯。把屠龙刀原来不是屠龙的，消息说退而不休的了白和唐莹的支持者部署第二阶段屠龙攻势，在明年提名之前全面打击直狼的民望啊。都说的了，君要臣死，臣不能不死啊。